Hello，大家好呀！今天又来拍这个鱼龟混养的水族缸了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真的是鱼龟混养。一条鱼和一只龟，这大哥硬是把茂密的森林给整成荒芜的沙漠了。本来想着换张壁纸能够让它觉醒，放下屠刀改头换面，做一只鱼见鱼爱的好龟的。结果呢，还是整缸鱼几近团灭。大哥，我真的没有虐待你呀，每天按时喂你，光吃龟粮怕你单调，每天给你喂小虾干。不过这几天我也在研究仅存的这条鱼，这条鱼能活下来还是有大智慧的，要么躲在龟的躲避里。毕竟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，要么躲在加热器等犄角旮旯里，然后经常看到龟龟游来游去，但看不到它。鱼鱼，加油，我看好你哟。